ちゃん来ちゃった。Sorry、レイ君晚安、さゆ晚安。ワンちゃん大丈夫もう。びっくりしたよ。よ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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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チー晚安。不好意思、ポンちゃん因为刚刚吐了，所以我刚刚帮他清一清。如果我好想算了，碰见还好吗？对，应该是还好。乖乖，乖晚安，大家再见。Sorry， 谢谢冠宇的手，哎，提灯。谢谢晚安，今天也超想 Luca 的，我也是。晚安 ，Boda， Chris 晚安 ，Budan 不到晚安，吐司晚安。但是不该，波姐又吃坏肚，应该不是。猫咪其实常常会吐东西。陆克晚安，他应该是不知道，可能吃太多，然后同时也有喝水，所以在。他的胃里，他的饲料会膨胀，然后可能就，然后就吐了。嗯。KX 晚安，重盛晚安 ，Derek 晚安。今天刚好在看表演，没办法跟直播，没关系。看什么表演呢？钱大生晚安。哎，ポンちゃんも入ったからすっきりした？大丈夫かい？下次给碰的是半天，没有他，我今天没有给他吃那个饲料，不是，还没给他吃肉泥，他今天只吃就是罐头跟饲料，可是罐头是早上的时候吃的。谢谢强大生的行李箱，谢谢陆克的汤圆 ，Cody 晚安，吃太多也有关系，对。然后吃太多，喝水，啪！陆克晚安，我整天都在想你，谢谢。爱戴森晚安，身体有好一点。Plus 晚安，什么意思耶？现在在北留言上捧恰恰哈哈，没吃就吐。偷开一小段，开没事就好。文件何してんの？谢谢大家的我来签到。何してんの？ Ricky 晚安。何して？不要填镜头，干嘛？你在干嘛？碰墙在填镜头。演上捧恰恰是节目名称哦，原来。还在外面，好，邪魔ですね、ポンちゃんね。すごく邪魔だよ。すごく邪魔だよ、ポンちゃん。邪魔ですね。肚子饿了吗？对，我还没给他肉泥。可能他刚吐完，现在有点肚子饿。太久没见到露卡，让我感觉整个人都不完整。夜兔晚安，杨小晚安，碰江莫寒晚安，碰江刚刚在填镜头。你要看外面吗？给你看，还好今天没那么冷。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 ，A B 杠杠，蹦恰恰。一进来就看到碰江的脸，连我的眼镜都湿了。猫真的要变主播？肉泥涂在镜头不行，我的手机会坏掉。哦，碰江，我看到碰江的爱心了。可是明天好像开始又变了，可恶！超大猫头 ，Cascade 晚安。怎么会唱这个？我听到彭佳佳就只知道这首歌，尾巴刚好挡到眼睛，然后这样。卢卡知道刚唱的什么意思？我知道啊，捧恰恰的鼻孔大。我也想看爱心，你 IG 照片是不是差点放出爱心？它是母的，所以不能给你们看爱心。
不然我怕被期待观众白眼。好，拜拜，下次见。黑棋薄城的非你不可哦，这个特效好可爱啊。嗯，奇怪的画面哦。嗯嗯嗯嗯，我讲可爱的训练啊。一颗晚安，破姐姐，让我好想看，刚刚有没有看到？我家要要，如果你带了噻，来，我带给你看。哎呀，破姐的尾巴，外面这么好看吗？不知道哎，他可能很无聊吧。破姐现在外头看什么呢？其实外面什么都没有啊。今天应该会。没意外的话，热卡直播还真辛苦。干杯ですね，小雨晚安，波城晚安。外面有可爱的母猫，混讲混讲对母猫没兴趣。热卡的刘海是不是不一样？哎，终于发现。草莓酱晚安，混讲也想直播。碰奖走，碰奖走掉了。卢，哎，上次卢卡身体不舒服，这次换碰奖。碰奖已经得经过手术了，没错。思涵晚安。我当然也点点点，是吗？嗯。剪了刘海了，剪了。啊？嗯，看来大家都没发现。因为我不只剪刘海啊，我整个都剪了，然后我还去烫头发。对，我今天上午到下午一直都在美容院。当然对母妈没兴趣。碰奖都在跟吉吉玩。建成晚安。今天身体状况有好一点，对，希望我等等不会肚子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坐这里会很觉得好冷。我觉得你们应该都没发现。还有我刚才先讲的，瑞卡左边头发比较短，一样啦，应该是一样。发现我果然是直男。你要给直男一点时间观察。碰奖已经不喜欢三次元猫咪，我有发现，只是不想爆雷。没有，不可能。寇迪晚安。等我一下啊。碰奖在干嘛？哪里是电脑？哎，我回来了。你剪超过10公分，我就会发现。对，我看来只剪6公分。什么很凶？我刚刚有凶你们吗？哎、欸，好，我要给他吃这个。休息休息。啊！因为今天卡妹还没回来，他说他今天晚不用吃晚餐，所以应该是跟其他人一起去吃饭吧。刚刚像碰奖，碰奖，跟你们说，碰奖刚刚在摇箱子，摇纸箱，他都会攻，他以为纸箱都是他的玩具。我们比较玻璃，我不会对你们凶的，哎偶尔会。但是我对碰奖就很凶啊！谢谢兄弟，碰奖大概就是这么才会吐。对啊，你都吃纸箱，
难怪你那么常常吐。妈咪不就是喜欢纸箱？对啊，偶尔香一下是好事。我以前养的猫，它不太会咬纸箱，只是它会咬塑胶袋，不知道为什么。可是碰见对塑胶袋好像没那么兴，好像没有什么兴趣。谢谢笑笑的浪漫玫瑰，啊，ぽんちゃんにクッキーが気持ちいいですね。每次用手把你拉过来，超霸气的，其实蛮可爱的。塑胶袋更不好吗？对，它不会吃，只是会咬。我也不知道，好奇怪的猫竟然会咬纸箱，可是大家都说猫咪就是喜欢纸箱，我也不知道哎。哎呀，换讲喂食笑，每次直播间都会没有啊，不一定，最近比较多。呢，我信呢。可是蹦讲他的指甲会跑出来，现在其实蛮痛的。狗才会有这种行为哦，原来我以前养的是狗狗。我家猫咪只喜欢蘸纸箱跟纸袋，没有喜欢咬哎。你有定期帮他剪指甲？有啊，可是以前都是我妈帮我抱他，然后我帮他剪。可是现在卡妹回来的比较慢，所以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剪，通常都是礼拜六日的时候。可是就算有剪，他长得也很快。现在这是尾鱼，尾鱼100%，美味しいね。まだあるよ、まだあるからね。啊，谢谢，谢谢强大伸手爱的粉红泡泡，打到碰奖。对，我今天去烫头发，他们说我3天不能洗头。喂，碰奖那张是谁拍的？卡妹拍的，然后我喂的。那只能先把碰奖打晕，再翻他剪啊。じゃあ肉球の位置を変えたね。あーよ。我现在才到家，辛苦了。上班吗？我家猫咪很喜欢跑进纸箱，然后帮它关起来会还……啊，对对，这个我们家凤姐也会。谢谢青云的啾啾你。那你礼拜天直播头会臭臭的。你像今天是礼拜五嘛？五六日对。所以我礼拜一才能洗头，幻想洗澡会不会很崩溃？对呀，所以我很少让他洗澡。烫头发3天不能，会不会太久？还好哎，你们没有烫过吗？3天不能洗头，可惜我手会没了，哈哈。其实烫完头发烫完的那个味道没有很好，不是。汗味是药水味，气有烫过，有过一次，但我一天没洗头而已。马达里哟，我之前都只有2天。卢卡想好明天握手会要穿什么吗？哎，明天有握手会吗？陈大是要参加谁的？嗯。快秃头，上次臭了几天，我很常烫直。是哦，那现在为什么都剃掉了？啊，新年新年，新年，好期待跟 Luca 互动哦！我也期待。别动，别动，感觉你手很痛，现在还好。或者是饿了几天，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嗯。等一下，我看不到留言了。
明天为什么会好紧张？不知道今晚睡不好好睡觉。卢卡喂我。哎，没得里面 sketch 都没得呢。头发被烫光。是哦。是。你一直烫，然后就伤害到你的。你的头发是不是？卡妹还没回来啊！我大概睡不着，第一步睡过头怎么办呢？你有舔第一步吗？王鑫明天第一次参加握手会，请问要注意什么呢？讲话要大声，不然我们听不到。每天吃一条没错。雨冠晚安，可以帮碰剪一下指甲，这样比较安全。对，可是我一个人没办法剪，有人要握住他，不然他会乱跑。他不喜欢剪指甲。对呀、啊，卡丘没有舔第一步，我就知道。对呀、啊，第一步很早，也11点。哦，等一下，我手抽筋了。哎呀，睡着才有机会在梦之国握手。哎、欸，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去玩刮刮乐，猜猜我有没有？猜猜我有没有拿到钱？刮刮乐，刮刮乐，但我填卢卡的步数比旅馆多。不是旅馆，旅馆多。月滚滚，晚安。因为特点是跟蜜娜嗡嗡啊，对啊。你玩多少钱的？我玩2张500，2张100，1200。好，大家猜猜看我中多少？100换1000，肯定有中我。我猜赚500，应该是没中。嘿嘿嘿。我猜中1000。请问卢姐，我架上的都可以拿吗？嗯，什么意思？看你现在还能笑的时候，应该要中个200。中200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买1200，表示中1400的意思吗？会再问应该是没有，500不是一定中，500至少中100。明天头条新闻就是卢卡中奖。会不会今天是最后一次直播？好的，告诉你们答案。我输了七，哎、欸，我输了500，所以我买1200中700。不是，我没有中。等一下、喔、啊，对我有中，我中700而已，所以我输了500。嗯，好难过、喔，500块。可以买很多东西耶，早知道我不去刮刮乐，然后吃拿那个500吃好吃的东西，所以我都不会去买这种东西。可是我也想知道自己的运气嘛，谢谢送的小鸡蹦蹦，那算运气还不错了。我是说哪有，最好是我一开始买700，500一张，200两张，100两张，然后100的中100，另外一张没有中。然后500的，买500的那张中500，所以我那时我一开始只有输100元，然后我再玩刮刮乐，然后这次我买500块的，然后100%会中的那种，对，然后就真的只有中100，所以表示我总共输了500块。哎呀，我比较意外的是你竟然有1200去买刮刮乐，不要说了，别说了。那如果卢卡中500万的话，会直接退休吗？不知道哎、欸。应该不会，因为在这边其实也，就说卢卡运气跟我一样，卢卡好玩，我从来没买过刮刮乐哦，真的、哦，过年玩一次没事的。如果早知道，
我买两万输了两千，可惜没有财富自由。买两万，哇，好厉害哦！我没办法这样，难怪卢卡又买。对，你就是被一开始的甜头骗到。对呀、啊，其实那个老板也跟我说，那这个中一百的一定会中一百，哎，这个500的一定会中一百。我也如果早知道，亏了也是上千。我刚刚才把5000的刮刮乐换成2000，2000的奖金。泽维文，那100再拿去买一张100。好，我试试看。我之前买100中过1500，3年前还是2年前？500万能做什么呢？对啊，其实，可能只有这一两年过得很幸福，差一点入口就财富自由。如果早知道脑袋出现那首歌，阿奇晚安，竟然都还没买。其实我想不，我不是想发财，我是在做公益，我也只能这样想。每年都发现越过越少，对，我去年是输100。我去年没有买刮刮乐，就是只有跟怡珍培训的练习完那时练习完，就是顺便经过，只是可以买刮刮乐的那个店的时候刮，买100的刮一刮，刮刮刮刮刮，然后我没中，想说如果我真中大奖的话，送卢卡火箭。对，前阵子有人，大家都说吕坤是不是中刮刮乐？我这几天参加10亿的投资案也输了，500万其实也可以做不少事情。对呀、啊，谢谢盛元送爱的攻势。卢卡中1亿，你会想做什么呢？认真吗？1亿？我应该会。我应该会买房子。特明子晚安。我之前才到狗差，马上去中刮刮乐就中。哇！如果有梦到乐透，哦，我没有买，我自己没有买过乐透。乐透是一张多少？我看起来像中大奖的样子吗？不要再买了，赚钱的就只有财建行。可是我前几年就有赚，一天赚2000，500万大概可以花个十几年。我拿过的只有买1000中变成到，哦，这种最可怜，买1000然后没有中，把好也买下来，才不会呢。真的可以一辈子不工作？看哪一则乐透？大乐透一张50块哦。先买个股票投资，买房担保租婆干嘛？毒性坚强，还好，就只有1年1次。我在想，我明天也要不要买？哎呦，可惜。给你们看，这是我昨天做的生巧克力。不过中奖的钱都留不久，一下就花掉，好像也对。这个我可以理解。我2000的买到1元都没中，也是运气蛮好的。梦奖一直都想进去里面，为什么你想进去？因为里面很暖吗？あったかいの？あったかいの中。で入る？いいよ。でもギロ吐かないでよ。他可能觉得里面很温暖。生巧克力自己做的，如果会买超商附带之类的，没有，不会。幺二零晚安。逛奖在报名牌，
蓝宝王，蓝宝王可能晚安。今天神秘数字多少？真的进去了？对呀、啊，我刚刚做料理的时候，他就是我看到我的裙子掉在地板上，想说怎么回事，结果柜子里面有碰奖，碰奖这个可能是暗示，碰奖真的进去了。他说生巧克力跟一般的有差吗？生巧克力就是我的做法，就是巧克力加生奶，鲜奶油，然后拌一拌，然后放在冰箱，然后撒可可粉，对，我刚做意大利面。进了柜子代表钱，不要再往外面出，不要买乖乖乐的意思，是吗？窗帘后面是大窗户吗？可以放个纸箱，这样窗户比较不冷。你说这边吗？对啊，这边是大窗户。他进去会不会被闷死？应该不会。那我十分后再进去看他好了。想吃吗？给你吃。因为是手做的，所以四角形没有到很整齐。对，而且放冰箱可可粉好像有沙跟没沙，好像就看不出来有沙可可粉。啊。他等一下会不会从客厅进来？太可怕了！入味的生巧克力，对，没事。窗户玻璃会有，所以你说你坐在那边会特别冷，对，啥？如果要进去看单，所以要弹进去。我以为周六晚上才会看到你手工巧克力。就先做一下，因为礼拜天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很忙？你说情人节那天哦，反正我没有人，我没有要给别人。礼拜一会开吗？会，我会开。Punch Magic。逛街的时候遇到粉丝过吗？逛街的时候应该没有。可是我上次进超商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嗨，是你们吗？还是？但我在猜，他应该不是粉丝。雷军送酷酷的，周日可以拼跨夜。为什么？礼拜有什么酷酷的东西？我不知道情人节有卢卡陪我了。礼拜一没开会被怀疑，对，没错。要情人节这是可怕的节日，对，我不想出去外面。还是只是看到美女想装熟的人，希望。刚刚对大乐透中400块，好好哦。等我一下哦。周一不想被怀疑，要开24小时。遇到时别人找你签名，你会接受吗？不行啊，绝对不行。公司的规定。那元宵也要开吗？元宵应该不会。元宵节是什么日子？卡妹周一九成不在家，会被出境。对啊，2月15号元宵节，拜要晚上，卡妹是不是一不在家？情人节隔天，
啊，你说因为情人节吗？我不知道哎、欸。对，可是礼拜一通常卡妹都在家里吃元宵的日子。其实只是看你可爱，想搭讪就认识卢卡，不确定。这样就还好。我真的很害怕在逛街一个人走路的时候遇到粉丝。是蛮可怕的，帮我留个资料会送 USB。USB， 元宵节是看农历的，通常会吃元宵、猜灯谜。哦，元宵是什么？汤圆吗？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当偶像就知道了。路上遇偶可以打招呼吗？不要跟踪就好。对，如果在旁边就打个招呼，不会怎样。所以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应该一样可怕吧？什么意思？你说我跟别人走路的时候吗？是吗？啊，对，看跟谁一起走路。不过我觉得遇到我大概也认不出来，我觉得你们也认不出我。遇到了我们会怕，原来你们也会怕。有些人不会这样啊，会真的会跟踪。反正我认不出来，等我录取三期生，我再跟大家说我会不会怕。遇到卢卡会一时间认不出来，应该，刚好同方向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打个招呼就好啊。我现在要认出来蛮难的，我在外面都在滑手机。我是有走在路上被其他 TP 粉认出来，真的太可怕了。打招呼就好，别乱来，真的。最近因为真的管得蛮严的，打招呼然后反方向暴冲。你被跟过吗？我目前没有，可是其他成员有哦。如果戴口罩，然后偶遇不好办人，常在展览遇到要你填资料，然后送你 USB。卢卡平时的妆容跟现在差很多吗？还好，可是头发、发型跟衣服可能不太一样。Echo 晚安，三级生气了，结果出门卢卡还是被当成妹妹，怎么办？最近有什么事情吗？怎么突然管得很严？有吗？以前听说粉丝还什么意思？踏点是什么意思？要不要看看碰奖？你们有没有看到我里面的衣服？我就在卢卡平时也穿格子衬衫，有可能哦，有可能。蹲点，故意在某个地方等成员，一定有这种人呢。对，不一定是我的粉丝。没有啊，你再看一次，不行。蹲点就是在成员可能会经过的地方的，就是去他读的学校之类的，对不对？这种真的很可怕。还有你刚刚要把碰奖关进去，碰奖刚刚用什么眼神看卢卡？就是这样。对呀、啊，我的衣服就好，我的外套整个都是碰奖的毛。以前 GT 那边遇到过，不管是什么团都有这种人，哪个团的粉丝都会有，不管是台湾还是日本。我只有截图没有看，我只会踩点不会断点。睡得好好的，不要吵我。学校附近或是工作地点附近，对啊，学校台湾的我觉得隐私真的没有很好，就是查一查就真的会发现。
成员读哪个学校？都太早睡，真可怕。通常猫咪都会躲进黑黑的地方。TP 也发生过啊，对啊，真的有啊，真的有。我目前是没有，我应该是没有，我可能自己没有发现而已。但是我目前真的没有发生过。听说 T 日本粉丝还厉害到靠直播的窗户风景就找到偶像的家，好可怕哦！韩团的私生饭超恐怖，太可怕了。因为你们用本名出来活动啊，认真找一定找得到。就是，对，说实话，这个我也不太想讲，但是真的，我的名字也是。如果我的名字是菜市场名的话，可能就好一点。但是我相信，在台湾宫廷刘家只有我一个人。韩团的粉丝比较恐怖，其实。都蛮恐怖的，都能查到，真的危险。对呀、啊，其实你们的资料也可能会被查到，我小心一点哦。尤其是公开本名的人，各团都有遇过这种人，一定有的。嗯，有的话，那个人可能会变真的甜甜圈。他的职责才这么厉害，你的太特别。如果能取一名，想取什么名字？想取什么？我这个没有想过哎。低调点给成员自己私人的空间，喜欢你们当偶像的样子就行。对，我觉得一般的正常的粉丝都是这样想的，但是有几个。对，怪怪的人，嗯，都会这样。对，你们不能变成这样哦，宫田宜君，不行，我的姓也要改。宫田宜真不错，很菜市场，风景还好，还有靠大门认的，好可怕哦。自拍照的瞳孔找到对方住家，来查我啊，看他们能不能查到第二个青云。在资讯大爆炸时代，我觉得我的资料早就已经外流了，真的有可能。我已经查到了，好帅了，为什么？什么意思？所以我都不敢用本名。还好我是正常人，多少都会有蜘蛛蚂蚁，比你想象中的还好找。以前就发生过成员要去演唱会跟踪，结果最后要折返，可能宫川留家就找不到了吧。连我关注哪个成员都知道，资讯大爆炸。为什么当我没说？什么意思？有个，我现在叫 Luca。 好险没人知道你的名字。我知道，李冠叫弟弟啊。秀一晚安。火叉叉是什么意思？你的字被麻了，谢谢送我元宵提灯。玩火，蛇被麻了，麻了就算了，不然你改成就是字，很像原本名字的。这个怎么念呢？关，我之前几次在路上被 TP 粉丝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那连成语都不给我打。元宵节，陆凯小时候会去提灯笼吗？幼稚园的时候，我们幼稚园，我以前读的幼稚园有这样的活动，可是长大就没有。辜负人家，这个很红哦。陆凯以前会跟家人去看花灯吗？花灯以前会，就是大家做的那种花灯，排在什么公园啊什么，很就是在路边有看到很多花灯。可是最近这几年好像因为疫情关系，我都没看到什么花灯。陆凯要跟我一起看灯会吗？很想去看。陆凯觉得灯会怎么样？就还不错啊。对，偶尔会有那种，不是偶尔，有时候会有，跟很像跟夜市一样，那点哦。今年不知道哪边有在发放免费的小灯笼，高雄的灯会比烟火好多。那走吧，记得国小有功课就是要做花灯，然后做得好的拿去走廊之类的。我觉得以前的花灯比较漂亮。灯会就是一个可以走路、有夜市可以吃东西的地方。今年的甘棠跟马桶，今年在夜市没错。哦，是哦，我不知道哎。可以组起来，今年的小花灯很像碰奖。之前灯会还有 3D 又盗版花灯，哦，那种常常有。常常看到盗版的 Kitty 酱，灯会就是漂亮的夜市。对，我也这么觉得。我去看一下碰奖。碰奖，那个是跟你的呢。碰奖在我裙子上面休息。后来也不想去了。我是夜市，每年都有盗版的花灯，学生自己做的那种。元宵节会买元宵来吃吗？所以元宵是什么汤圆吗？今年台北办在建潭到芝山这三站之间哦。陆卡还好吗？看得出来吗？去灯会除了灯很闪，还有人也很闪。陆卡对芝麻汤圆、花生汤圆喜欢哪一种？芝麻跟花生的话，我都喜欢。快了20岁以上就不想去。元宵会猜灯谜吃汤圆，猜灯谜我应该不会玩。等一下。不行，我把这个巧克力放在冰箱里面。回来了，有包要的汤圆，当然看得出来比刘海简单多了。羽冠蟹寿司夜场。元宵就是包咸的汤圆，冬至是吃没包咸的。宜植君你好，谢谢旅馆送我一封信，谢谢博城的元宵提灯。卢卡我爱你。你最近还好吗？还好哦，包咸。金金金金金，猜谜心。
よいしょ。有睡饱吗？哦，今天没有睡饱。对，我今天烫头发的时候，我的眼睛就这样，然后帮我剪头发的那个姐姐跟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我说：“没有，我只是想睡觉。”要我后空翻逗你开心吗？卢卡怎么了？身体怎么了？不是身体的问题，答案不是脚蛋。日本迪士尼的夜间花灯，好想去看。不会了，今天几点睡？哦，今天不能晚睡。还以为今天卢卡打疫苗没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疫苗。昨天4点半，心情不好，有一点点。是碰见吵到你没办法睡觉。碰见最近哦，我今天一起床的时候，碰见在我胯下，超可爱的。他原本在我的腰旁边，可是一起床他在那边。因为我什么延期心很累，这边应该不少人下周要打吧。碰奖该出来了，看起来没什么精神，有一点。疫苗好像要等3个月后，我其实忘记我上次什么时候打疫苗，好像是11月，哎，不是，12月，我上次是12月打的。那可能要再等一下下。4点半有够晚的，睡没多久起来。第二季完后12周，碰奖又很吵，也难怪睡眠品质不好。今天的确不能晚睡，明天一早握手会。碰奖真会找地方。我礼拜日打疫苗，结果发烧好几天，啊，辛苦了，辛苦了。你这样我会很担心。卢卡不开心，要跟大家说好。可用手机健保 APP 预约的，我应该还不行。可以的话，他们会通知的，对不对？我可能要等到3月。你上次好像跟我差不多天，对，应该是同一批。没有，我下周不想打，情人节怕错过卢卡。如果现在动那张，为什么侧左脚还可以朝向正面？你们没办法吗？其实不会很难。像这样，好像是这样，对不对？我可能拍照的时候，可能一开始这样，然后就这样。能说的事我们都可以听。好，喜欢看什么日本节目？台湾搜得到呢？我最近很少看电视的节目，过一个月就可以。台湾呢？我想一下，我看我喜欢的是施秀炳的 Downtown， 可是在台湾没办法看。那天看的节目是什么？一个是15年前，一个是差不多10年前播的，有一个教育节目。谢谢强纳森送我带我去流浪，也不算是教育，蛮好，有点。就是反正有两种，两个节目。然后最近不是有奥运吗？北京奥运，大概是因为有北京奥运，所以 NHK 决定把以前播的那些节目，就是
重播。对，我是二十几年，对，好像二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节目。对呀、啊，所以我就很感动，哇，过了二十年还可以看这个，谢谢送粉红泡泡，谢谢橙色。不行，测试一个，明天差点不能上班。筋骨太硬，没有通知可以打就可以，只动一只脚就会这样。毛衣配运动裤不行吗？我原本穿牛仔裤，可是我发现我穿牛仔裤身体会不舒服，所以我就穿运动裤。谢谢强大先生带我去流浪。怪鱼怪怪的，怪鱼说什么？算是教育节目，看不到怪鱼的车尾灯。一个是十年前，一个是二十年前。对对，北京冬季奥运，对，都是以前的。我想要冰，什么意思？我以为是新拍的，不是。NHK 台湾有可以看，是没错。谢谢姑家带我去流浪，只是台湾的 NHK 不一定会播，不一定跟日本播一样的东西。这好漂亮哦 ，Level 8。运动裤比较适合，潮街 BB 可看日本节目，对，有，如果付钱的话可以。刚刚笑什么？什么意思？我刚有笑吗？我线上要看还要钱，对我也是。我以为台湾 NHK 跟日本 NHK 不一样，不一样。日本 NHK 有分两个，一个叫 E Tele， 一个叫。一个是播新闻，一个是播，一个算是综合台，对。然后台湾播的 NHK 叫 NHK World， 就是不是世界各国，除了日本之外的世界各国都是 NHK World。台湾 NHK 好像是海外版，对。冰，什么是奥运那个熊猫吉祥？其实我没有在看奥运，不见得台湾是 NHK World， 对，像以前的 KB 秀，日本播完好久台湾才，对呀、啊，那个 London Hearts 也是，然后就会被 NHK 要钱。聊天室出现和二界的留言，我们应该当场。这个怎么念？还是装作没看见？这个问题好难哦。嗯，我在想呢，看情况。对，我不会。嗯，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ろうね。嗯，有时候我会直接讲，但是有时候我可能没办法讲，对，可能有一些理由，对，没有，嗯，我不知道，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ろう，该怎么说呢 ？NHK 的收费员来不是都要假装不在吗？日本不是有个政坛理念就不相符？对对对对对。戴了三晚安，谢谢乌语的早安抱抱。斥责哦，因为二届不是甜甜圈，我们能办啊？对，如果他不是甜甜圈的话，可以。可是我应该会直接骂。基本上刚开始我会当没看见，如果太多次可能会说一下。嗯，我常常想大声斥责。嗯，但在之前主播应该先出手。
我都很和善的沟通，直接半调不能讲的。嗯，甜甜圈心胸很宽大。以后二阶后面都放甜甜圈，不行。嗯，因为甜甜圈都是怪人，所以看起来不是怪人，二阶就直接开门了。嗯，其实有点难呢。其实我自己，嗯，我只有我一个人不太会判断他是二阶还他是来乱的还是。还是没有恶意的，嗯，我本来想大声斥责卢卡迟到了，但卢卡实在太像，自己也很恶。どうした太郎さん？どうした？因为我会担心影响聊天室的气氛。哦，了解。这里是给怪人聊天的地方吗？不是，感觉有些人真的不知道，对，有些人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也，嗯，那很难判断吼。对啊，如果有听过《失速列车》主题曲吗？没有，就当都没恶意活得比较快乐。そう、たまにその厄介コメントが出た時にファンの人からその人になんかいろいろちょっとこういうことやめ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った方がいいのか、それとも知らないふりしてた方がいいのか、どっちの方がいいって聞かれて難しいよねって思って、なんか時と場合によるじゃん。なんか直接わーって言いやすいことと言いにくいことと、言いやすい人と言いにくい人がいるから、そう、悪意があってそう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るのか、なくてそう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るのかわからないから。不过不常见或是等级很低的账号是可以先说明提醒一下。嗯，我对不起，我示范了一下二姐。你看他讲了什么？问卢卡几次一样的东西，卢卡会放弃？会，也不会放弃啊，可是我会觉得好烦，想说我刚不是讲了一次，我刚不是讲了吗？为什么还要讲一次这样？因为如果是正常的粉丝讲一次就会听了，对，听不懂的第二次就可以办。我们这里都直接开高速列车，还有声源不是说出入卡台的禁语，可能直接被办，土列子办掉加一。昨天去过时的最新的不是卢卡，你有听过 Crayon Pop 吗？这是梗吗？我是知道的 ，Crayon Pop 我知道，应该是很包容各种粉丝。我想，可是有时候，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包容那些奇怪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对，我就算包容我这边没有什么好的回应，回应回报感，好的回报。另外他没来，可惜。嗯，知道，还有他没来，他是谁呀？それが日本語でしっかり怒ってあげれば、ね、わからない。通じる人だったらいいんだけど、そう、あとその話が通じるタイプの人か通じないタイプの人もいる、どっちもいるから。就是最近有一个二阶一直问一样的问题，是只有一个吗？是我的台还是别人的台？不然不能让知道卢卡知道呢？有些二阶，不能说二阶，有些人他可能在直播间讲错话，我讲了，不要讲这样。有些人会懂为什么不能讲，有些人他不想听，呵呵，他无法理解我的意思。对，嗯，很多台，其他重复的问题都跳过。有一个比较夸张，到处都看得到。完了，还真的不止他一个，
好像还没在这里出现过，还真的不止一个。对呀、啊，不觉得吗？苍苍，你的意思是这里有很多个吗？没有，没有这样讲。我不是这样讲。怒られる大ファンへのご褒美という目論見失敗。这台的二姐喜欢问可以换话题吗？什么意思？啊，就是 Sega， 我也每次都问卢卡一样的问题。卢卡，哎，有吗？我留言会很二戒吗？不会呀、啊，这才二戒好像变多了。嗯，其实我也不太知道。So。難しいよね、真的很難。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ろう。二界真的很難定義。每次都說想你的就算二界。建議上面的ルカ都ban掉，这样就没人帮我留言了。应该说这台只有我不是二界吧？通常这样讲的人都是二界。ban掉二界，最后谁都そして誰もいなくなった。最后谁都不在。你不喜欢的就是二阶，二阶也有分等级，对，真的，这等还有动不动就倒数的人，把甜甜圈都办掉就没有二阶懂了，不要这样讲。我们买很多抱枕算二阶吗？为什么？不敢讲什么，不会看气氛乱留言才真的是二阶，对。然后踢我进来 AKB 之前的人也是二姐，断断断断断。耶，谢谢冠宇的枫叶。对，这是静宇。曾经提过的呢，你要小心哦，被放到观察名单。如果是新观众，不知道不小心提到怎么办？对，这个我有想过，真的没有恶意。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故意很想提以前的事情，或是问以前的事情。冷气男不算，那个不用我们提醒他就拜拜。这么严格吗？就是有些人只看烂的话，一定不知道卢卡的境遇。提到冷气哥不行，不是那种以前的事，就看你的感觉为准。看得出来是故意的，就送他出去。对呀、啊，有些的真的让我很傻眼。有些人就故意管你这样。日文检定 N1 对日本人很难吗？不会，不过也很难判断是新犯还是开小号。对，如果是真的刚好想要关注我，然后不小心讲这种话，然后我就凶他，然后他就拜拜了。再也不会来看我直播间，我可能也有一点罪恶感。嗯，無罪によく読まないと仮ミスする不合格にはならないと思うけど。嗯，だから合格は絶対するけど、満点は無理だと思うって感じ。不然你可以警告他一次。青云那种就是直接出去，有些人不一定知道那些禁语，坏宝宝点数加一。如果是直接踢出来是禁言。因为我踢，就算踢出，他还是会过来呀。对，我是禁言。不过你觉得有影响到你直播心情，或是当下气氛，你就说明后半掉，又不是永久ban。嗯，今天应该是到10点。哎，没有，9点半。不是有永ban，永ban他会改账号过来看我啊。
我觉得禁言比较好。面白い話を聞いたことがある。你是主播你最大。不然你再发一个直播地雷的限定。ミュートっていう機能があるらしい。そう、私ミュートにしてる、いつもバンじゃなくて、追い出さなくて、もう、うん、まあだから本当にまた私と話したいって思ったらアカウント変えてくるでしょって思うし。我之前去抢个红包就被抢了红包就被笨。哇，那我的标准好像真的蛮没那么严格。那就继续 ban。 温C三晚安，九点半的Luca可以念版了吗？我也是去声波抢红包就被ban。难道我直播残单卡座要重新进来，是被踢了吗？没有，地雷列出来就会有人故意。对啊，不行，所以不行。就有些人我打这边这种的东西不能讲。有些人还是会，就是用有些恶戒，就是故意提出，嗯，我之前去做那个任务，留言五次，我按罐头鱼三次就被踢。我之前还真的有抢红包送完一个礼就被ban。有些人就爱弱偶像生气，小朋友说不行还故意做。这时候就是需要管理员，有些人就是会故意。对啊，我还有去接任务留言，安安你好，然后我就被ban。爱してるか会对你造成困扰吗？只是说爱你不会怎样啊。我倒是还没被ban过的。是哦，这样很好啊。因为他不叫安安哦，是这样。这里谁是管理员？有新观众进来要探索，欢迎。不过那个主播有说他们台规定是不能刷留言，我正想道歉就被踢。我偶尔会看日本偶像直播学日文，有些听得懂，有些不懂。嗯，毕竟我是少数的亲友粉丝，雷军很适合他，最和善。是吗？所以可以我们也可以设管理员吗？我超和善。可能会看不懂现代语。所以管理员可以扮其他粉丝。欢迎来到Luca的直播间。不知道欸，嗯，Luca可以设定吗？我不知道啊，不行哦。雷军要扮我了，以后有新人来，雷军就会发红包。设管理员扮其他粉丝也很奇怪，对呀、啊。请帮我动动手按一下左上角的追踪哦。来开玩笑的，要丢烂花擦擦擦可以入群，管理员要跟烂申请，我记得哦，是哦，大家都是粉丝，怎么会有阶级呢？对呀、啊，这样大家都会想当管理员。と思ったお料話の中で昔のとある48メンバーさんもかなり大人だったんだな。そう、多分ね、分かってたんだと。思うよ。なんか誰だって最初は分からない時期が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うん、多分その 悪意を感じなかっただけだと思う。还有主播叫我少喝一杯真奶送礼物，叫粉丝团抢红包，有新人会发红包，日本888入没有Luca的甜甜圈赖群，丢烂花加入没有Luca的粉丝群，日本前十可以加雷军群，谁会想加？哎，没有，有人会想加吗？新人是只加粉丝团的新人，
日本十万就可以加火箭群。他们说没有。卢卡不想加吗？嗯，之前有看过啊，对不起，叫主播穿黑色外套就送主播礼物的哦。我之前被叫过不要穿黑色衣服，我也 不懂为什么。除非里面有女粉，卢卡太无情了，安安我萌新，有女粉我在家，里面超多女粉，大家赶快进来哟！结果连一个都没有，搞不好雷军群都女粉。我想加不想加，因为白平衡会跑掉，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疫情期间不要穿黑色衣服。很怪的理由啊，所以我就直接问粉丝，在台湾有这样的规定吗？他说没听过，没听过，没听过。我低薪群没事，应该是叫主播脱外套才说。谁说的？就有些人真的很怪啊。我也没记他叫什么名字。对，病毒会挑黑色衣服的人。好妙的逻辑哦。对啊，我也不太懂。真的真的有这种，真的有，真的会有这种人。难怪防护衣都是白色，我懂了。我就爱穿黑衣，我就想确诊。妈妈回来了，真开心，还在播。对，剩18分钟。ひよこめっちゃテカテカしてる。あれチキンラーメンのひよこだよね。谢谢小玉送我元宵提灯。蚊子好像比较喜欢黑色衣服的人。是哦。那我怎么还没确诊？我衣柜都是黑色。嗯。谢谢送我闪光星星。什么十八？那我完了，我都戴黑色口罩。我都戴粉色口罩。気づかなかった。那要唱歌了吗？好啊。我要唱哪一首呢？感觉今天只能唱两首。等等哦，现在几点了？9:54。好，我的电脑又宕机。唱歌二界出现了，呜、哦！卢卡心情还是一样不好吗？嗯，还好。谢谢送我一封信，深色衣服才会显瘦。对啊，他每次都会一样。你不是换电脑没？目前还是用这个，因为歌词在这个电脑里面。例の厄介って歌うと来るの？いや、そういう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けどね。如果心情不好是我们的关系吗？不算吧。我们是指谁？卡妹不是送笔电吗？对呀、啊。不行，现在歌词都在里面。所以为什么心情不好不能讲呢？就是握手会再讲。一意不明的笑容。明天哦，明天哎、欸，是明天吗？嗯，那要期待明天的握手会。
明天我记得问，我所谓还很久哎、欸，对呀、啊，三个月后，明天我所会，不然就后天最后一。我等等要去坐车，明天很早，明天十一点哦。期待我已经在台北，想到我所谓延期就难过，对呀、啊，真的。哎呀，延期，我也好难过啊。我等等要去睡觉做梦了。等一下，我们梦之国见。现在我们在一直录布鲁卡的店。我到松野了，正在搭帐篷。但现在应该不能填吧？谢谢龟江说爱的公式。当，越来越深情。我要把 CD 铺成床。我也好难过。我去保全去抓九蛋，九蛋说什么？啊，断点，他当断点仔。为什么有拍立得？就是帮我们拍照的那个，的摄影师帮我拍的。对，他人很好哎、欸，他问我要不要拍立得，我说好好好，他都会主动帮我们拍，就算是用手机啊什么的。现在开始锦标。现在好像只能把整部的卷给别人，哎，是哦，啊，不能给一两张，拍立得帮我寄到我家，谢谢。照片不便宜，人真好，对呀、啊，我也觉得。或是我在，或是休息时间，有时候布景在那边嘛，然后，我在自拍的时候，那个摄影师帮我问，那个摄影师问我，要不要帮你拍？这样，成人都不会这样，成人都不会这样问我们，所以他人真的很好，而且还要散步一起给别人，是哦，嗯，几十块换一个路卡的好人卡。お腹体調良くなった。とりあえずなんとか。うん。今日は大丈夫。うい。歌うか。元気出そう。ちょっと。该不会是卢卡推卡推？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才不是。嗯。啊，目がピクピクする。嗯，今天输了500。洗白马的，说不定是卢卡奖。那你有帮其他成员拍吗？没有啊，除非他们问我要不要拍。有了，会了，也会。偶尔。其实要看跟哪个成员一起拍，就是我们拍特点的时候的那个名那个成员，我们如果就是跟不熟的人的话，会真的很尴尬。原来是输500最难过，这个也蛮难过的。你要先帮他们拍，他们就会拍你，没有不一定，有时候他们我帮他们拍一拍，他们就走掉。最近有比较常找的成员吗？最近还好，我都很少遇到他们。心情不好，因为是500。嗡嗡跟蜜娜谁看起来像大姐？还好他们人都很好，而且他们年纪都跟我不会差太多，所以讲话也不会觉得
很奇怪。对，五百可以吃四碗拉面。你之前好像蛮常找 Mina， 还好，因为 Mina 其实跟大家都很好。年历也是哦，年历那时候超尴尬，我都是一个人，我都是一个人在旁边滑手机。然后我真的那时候真的太无聊，我去怡真的直播间说，我这里好冷，好冷，好无聊，好孤单。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看怡真直播的人。不过聊生写，突然想到，为什么日本会严格迪差尼全名都不能打出来？因为迪差尼的那个版权很严格。只好这次生写多指定一点。不一定，我不知道生写都是怎么算。嗯，ラーメン安い。台湾のラーメン安いんだ。え、安くないよ。日本のラーメン一杯200円ぐらい。对，原来就是那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们有12个人嘛，等的时间比较久。然后都没有跟我很熟的人。对，就是那天。你说好冷好无聊。对，就是那天。最近日本のラーメン高すぎ。普通に700。800。お、高。ちょっと待って。あ、でも同じくらいか。かける4したら。そうね。台湾のラーメン安くて220。一番安くて。日式ラーメンね。だからまあ同じくらいかな。トッピング入れたり大盛りにすると1000超える。うん。まあでも台湾の方がやってる普通のラーメン屋、日式ラーメンとかだったらもっと安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日本的拉面不叫那个价位吗？对。啊，我要唱歌。谢谢三元送爱的公式。哎呀，我去吃过东京拉面的拉面，不好吃哦，不好吃哦，大概200-300元。今天哦，有一首歌6分钟，有一首歌3分钟，有一首歌1分钟，给你们选，你们想听哪一个？哈多的公式又是林德利港，那谢谢三元送车车你。你的年代的歌好像都没有哦。对，都是平成时代的歌。嗯，谁点这么长？对啊，超长，这首歌超长的。好，那不然就唱6分钟的歌。好，这首是慢歌。Thank you.
の気持ちはよし声の限りよし呼んでいるよ答えてくれるよね Thank you Fest 大好きだよってさ大好きだよってさ伝えたかったこんな景色が見たいきっと君も同じ其实唱完这首就要关播时间，谢谢原田的行李箱，谢谢烈哥的梦幻烟火，谢谢胖胖胖，今天可以好好睡觉。卡妹不喜欢听你唱歌，没有，我怕很大声。好，这首歌哦，这首歌因为是半首歌，那就唱完吧。等一下哦。下一首歌是小蓝背心的木吉街是你，对，回家可以补档。可是我前面聊什么？前面都在聊啊，对不起，我找一下 KTV 版。我前面都在聊什么？二界的事情。谢谢 Quitty 送 Kiki 做你的猫。
算雪落满地，风吹暖暖四季，等地球伴着自转，照耀你我栖息的星星，有微光折射你，使我逃离你的眼泪。不好意思，突然歌词突然不见了。可以再唱一次吗？谢谢众人一起，不好意思，我看一下，是我逃离阴历色下相遇伏笔，好，应该可以。不好意思，我没有准备好。这首很绕口，对，好，重新。床头，床头，好。这首怎么那么难？应该是泰迪。唱不好，就是下次唱。哦呀，讨厌死！哇，玻璃上的雾气，我临摹一个你。穿透风景，坠入你的眼睛，粒粒心机里，我温暖包裹你，再次倒一杯的季节说爱情。等霜雪落满地，风吹暖暖四季，等地球伴着自转，照耀你我栖息的星星，用微光折射你，使我逃离你色下相遇伏笔。我戒不掉你，像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这几星星星，浪漫是你，一生的探秘，只想被你吸引，你就像氧气，没你不能呼吸，我波澜四起，心动好几个世纪，手写的结局，用幸福延续。基金欣喜，唱错了，再唱一次好了。
虽然这首是伴手。等霜雪落满地，风吹暖暖四季，等你浇满这自尊，照耀你，我栖息的星星用微光折射你，是我逃离阴历设下相遇伏笔。准备好了吗？我戒不掉你，像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这寂静星星烂漫是你一生的探秘，只想被你吸引，你就像氧气，被你不能呼吸，我波澜四起，心动好几个世纪，手写的结局用幸福延续，我的心温柔的给你，想戒不啊，这里我没唱过。代替这寂静星星烂漫四季，你就像氧气，不是我波澜四起，不好意思，我后面没唱过。换词的时候白麦最换重，我就给你们唱，然后我就挥手就好。谢谢 Sega 的戳戳你。对，为什么我选 KTV 版？有点后悔，我应该跟刚刚一样，跟早餐一起唱就好。完璧に歌うまで終わりません。あ、じゃあもう一生終わりないかもしれない。谢谢冠宇的告白气球。必要异能。谢谢陆克的爱的公式。也没呢，今日食べた。我觉得今天吃的辣椒应该影响到我的喉咙。我今天怎么剪？就不要剪了。就是唱到第一次副歌，第四次前奏到第四次副歌，副歌结束。谢谢青云送我戳戳泥，不是，谢谢圣人的戳戳泥，谢谢哭江的啾啾泥，谢谢陆克的一封信。我看一下啊，青云是送我真情告白，好，谢谢博城的非你莫属。上次那个吗？对，上次那个。谢谢伯承送非你莫属，我辣椒都放在冷冻库了。谢谢原田的好友善，全身精华。不行。等一下哦，我上次直播一个小时，对不对？那我今天播久一点吧。对，我忘记我上次只有播一个小时。对，13号就1:05。那就唱最后一首。虽然今天喉咙状况有点不太 OK。でもこの曲はな。下一首歌是阿卡佩拉，没有伴奏。其实不适合今天唱，但是我目前只有练这首。什么呢？对不起。OK。谢谢送我很多提灯旅馆，谢谢酷江的情人节礼物。谁搞事？
我先听 key。OK。啊对，好大声！让大家不要吓到。嗯，等等，我换特效好了。不是我三位，还剩五个人。等一下，不行，突然开始紧张。待会，ごめんなさい，因为刚刚一直唱错嘛，所以现在有点害怕。这个歌名是动漫歌的样子，然后好像其中有一个角色在动漫里面唱的歌，我不知道耶，有人知道这首歌吗？好像是 Aria 的歌，对，船歌哦，所以就是他们就是一边划船一边唱嘛。地方花路，点这首的人真是厉害，水星领航员，对，超级的，唱这首歌超紧张的，就是吸气的地方，雅典娜的歌。雷军的年哦，原来这是雷军的年代的歌。什么语言？连我不知道，这是人造语哦。对，感觉不是，对啊，难怪觉得感觉这不是意大利文，也感觉不像是什么西班牙文。对，恭喜又撑过一首歌。对，川渡る時の曲らしい。私アニメ見てないからわかんない。对，我是没有看这个动漫，但是知道这个动漫的存在。谢谢青云送我香槟，我都点过来那一个的，就是为了歌田的语言。那你怎么学这首歌？就是，音的话只能记，然后歌词就是听它。唱什么？然后上网也有查一下，对，全部都改成片假名。当然是有给歌词，没有。这首好像没什么歌词。
相拼好怀里，对，2005好老，2005很老吗？我那时候是国小三年级。でも結構まあそう、もう最後の方に歌ってるってことはね。そう、あ、ずっと後回しにしてた曲だわこれ。剩13分钟，谢谢陆克送我香槟。其实好像剩不到十首歌曲，只是慢歌比较多。谢谢原田的红包。对，今天是2月11日嘛？对 ，Yes。哎、欸，对，真的剩不到十首。之前2005，我也是国三年级。对，哎、欸，对，几乎都是慢歌。啊，哇！除了泰文歌跟韩文歌之外，都是慢歌。对，我看来我慢歌都是把，就是一直都哦，这首是慢歌，那就之后再唱，然后就是演到今天。这个月应该唱完，希望可以。只是泰文歌的话，给我一点时间，真的太难了。韩文还可以，我讲韩文真的还可以，泰文真的太难了，那个发音，嗯，对，发现韩文的发音没有比泰文那么难。再来，嗯，就真的不到十首。最难的十首，韩文 rap， 韩文 rap 比泰文比韩文 rap 还要难，泰雅歌，好、啊、加油，对，应该二月那应该可以吧？除了泰文歌之外都可以唱完。我是韩文アレルギーだから，啊，そうなの？不愧是搞事仔，可能韩文的听。的熟一点，对，我不能输，什么不能输，但也很期待卢卡的成果。今天那个第二首也抱歉哦，那个还好。我听的时候觉得哦，这首歌应该不会很难，只是唱一唱就觉得哎，有点绕口令。对，还好啊，今天第二首歌还好，是我自己的问题。好，中文歌好听，给过。ここ3年くらいで発症しちゃった。あ、じゃあ今度韓文歌歌う前ちょっと言うわ。歌いますって。谢谢 SEGA 的告白气球。跟第三首比还好。第三首最难。哎呀，我的喉咙发生什么事情呢？ちょっと待って。我的手机快没电。そう、俺退出して避難する。でも私が韓国語の歌を歌ったら多分ね、日本語になると思うよ、発音的に。谢谢卢卡，不客气。三七八中间，この前歌い始めたから逃げた。じゃあね、違う曲歌おうかな。好像剩十分钟，感觉可以唱歌，唱一首歌。看来真的该换我唱。你想唱歌吗？そうなんで、最近有名な曲が全くわからないんだよね。其实我不知道最近日本流行的歌是什么样的歌。我想说，我爱你就像。マフマフ？マフマフ我不太知道。
很懂哦，很懂哦。嗯，なんかないかな、なんかないかな。自己接。我猜一下，我打 KTV 会出现什么东东？香水，哎，香水我会唱吗？香水我好像不行。香水好难唱。プラスチックラブ。マリコ様の曲だっけ？プラシ、え、わかんない。ちょっとなんかないかな。まあいいや、なんでもいいや、なんか歌おう。随便唱好了。小心我有唱過。小心我有唱過。心情有点低沉一点，我就唱嗨一点的歌。最近很喜欢 Perfume 哦。よし、学園天国じゃ。楽器は解禁賞を取ったねえ、私はくじ運が悪くてですね、なかなかなり、あの、隣になりたい人と座れなかった
KTV 吧，应该有。雷军就不用说，一定有听过。就是他的年代，这个其实也是他的年代，好像是一九，我忘记是什么时候的歌，1974年吗？对，1974年的歌。我从贝多芬开始听。そう、確かにな。あんまりマイナーな曲歌ってもわかんないだろうしね。好、最後一首歌。Thank you.
我们在喊空。耶哥太郎好像某个布帘。还有最后一首，就唱那个吧。关联那边突然出现 ，Uma Pure Dances， 那就唱 Uma Pure。哎，我曾经有唱过吗？这首好难。我唱歌的一样的速度，就是我想要我在唱这个歌词的时候，我想要看下一个歌词，结果它还没出现。我好久没有开游戏，因为感觉台湾不能玩，对不对？好像要开什么 VPN 才可以玩。嗯，我喉咙快不行了。啊，今天输了500块，就发散一下。我想唱赵和偶像的歌。滴哩滴哩滴哩滴滴滴，滴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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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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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这好像不是赵和的歌。Baby, ありがとう、さようなら、愛しい恋人よ、あんたなんていい女だったよ。あれ、この曲だっけ？テ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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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テテ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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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テ。那个赛车又要延期了，对呀，是因为一直都下雨吗？所以今天我喉咙。怪怪的，所以好像，可是应该也有适合的歌，还是我唱 rock， 很 rock 的歌，反正我先，安可卢卡是怎样？Baby, ありがとう、さようなら。でもこれ多分平成の曲かもしれない。で、我很少唱 rock。ただ私ロックをそんなに聞かない。あ、でもクイーンとかは聞くけど。Baby shark doo, baby shark doo, baby shark 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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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o, baby shark 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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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o, baby shark 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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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o, baby shark. Rock 版 baby shark. Rock 版 baby shark 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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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o, baby shark doo doo doo. 我平常就听我会听 Queen。Beatles Queen 算是 rock 吧。
不是现代 rock， 台 rock， 耶！欢迎来到流浆 rock， 我是 death metal rock， 喂！death metal， 白に真っ白に塗ってここ真っ黒に染めて、イエーイってやりたい。ないかな、ないかな、ロック。カラオケロック。スジン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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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ンジャンジャンジャン。We will rock you， 也是可以的。耶、yeah! ！我看我先听一下我能不能唱这首。We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稍等。等有听过这首吗？有人知道这首吗？好吧，有一首猫王的歌，这也算是 rock 吧。君は rock を聴かない，不知道这首。只是这首 ，Gonna be good 不是。猫王里面最有名的歌应该是这个，再来是。Love me tender, love me tender。对，最有名的两首。啊，ダメだ，一定是辣椒。我先唱唱看，这首很快，不知道能不能唱。Through a party in the cold danger, the prison birds are beyond to wear. The bell was dry, 不行。You should have done it long ago, your bird sing, let's rock. 好，我发现我英文不好。对，常常听的歌不一定会唱。嗯，我以为有歌词就可以唱，结果不行。ダメだった、ごめんなさ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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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连续しなきゃダメですね。对，あいみょん我没听过あいみょん的歌，我唱听日文也唱不了。唱着唱着，感觉英文超好，因为那个我有看过歌词。初めて見たら全然ダメだった。Bam bam into the room。これか、君はロックを聴かない。私アイミョン全く聴かない。ねえ。不完全燃焼なんだけど、我知道アイミョン的存在，只是我不知道アイミョン是唱谁的歌。这不是皮卡丘，这是香蕉。アルマゲドンの曲いける？多分わかんない。そう、私はロックを聴かない。刚刚是这首吗？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不是，不是。Blue Shoes 也很有名。
对，应该是那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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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首，我听听看。其实妈妈的歌很多门槛，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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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蛮爱听这首，可会被维基百科骗了。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其实也很有名，只是我突然忘记旋律旋律。あれ？ Do you like it？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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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たいな感じの。あれ？ちょっと待って、突然出てこない。あいだだだだ。あれ？で、で、ジュエハウスロック、で、で、で。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あ、エアロスミスの曲か。あ、どういう曲だっけ。あれ、ちょっと待って、思い出せない。 I don't wann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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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タ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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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たいな感じの曲だったはず。这首不是回到未来电影中。低音苦手。低音苦手です。Bitch voice of music， 我超爱那首。只是不一定会唱。哎对对对对对对 ，Bitch voice of USA。哦，这这这这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USA。え、待って、Fall in Love のやつ忘れちゃったな。我也超爱这首，对 ，Beach Boys 的歌我都超爱，有很多 Beach， 对，他们的歌都是很嗨。你的陆克是打什么？帮我，哭江帮我打歌词吗？等一下，哭江这是什么？我怎么觉得有看过？我就会唱 Serving USA， 还是我也唱挑战看看。卡妹还没回来，我可以开多一点，希望有歌词的版本。アルマゲドンの曲の歌詞。あ、なるほど。あ、だーだー、I don't want to close my eyes か。I don't want to fall。卡妹应该会回来。Serving you so， If everybody had an ocean across the USA， then everybody would be surfing like California， yeah。 You see me right in their baggies， what are you sandals to？ A bushy bushy blonde hair。Surfing USA, how dare you catch him surfing at Denver? Back to your country line, Santa Cruz and Texas, a story is happening all over Manhattan and on the Neway. Everybody's gone surfing USA.Gonna take real soon. We're rising out of the sun. We can't wait for June. We'll be gone for the summer.
real safari to stay. Hey, the teacher, real safari. Safari USA. Inside, outside USA. Inside, outside USA. Inside, outside USA. すいませんでした。ごめんなさい。不好意思。取り乱しました。啊，我没喝，我没有喝，只是我不知道哎，我现在有点心情不好。今天发生什么？啊，不讲吓到了。ごめんね、ごめんね。びっくりしたのね。ごめんね、ごめんね。出る？いつシャツ？ハム太郎の悲劇再び。はい、じゃあ、没问题的。我没喝啦。我帮你擦一擦，要擦一遍是。心情不好就用力抒发，我刚进来什么都没看到。我妈问你们怎么会有女生的尖叫声？哎，你们看不，你们不能看我直播的时候不能，一定要用那个耳机。破姐喜欢黑的地方，应该是。嗯，等一下你在干嘛？你在这里呢？出るなら早く出て。ね。出ないなら閉めるよ。出ないなら閉めますよ、ポンちゃん。ね。我都有音響耶。这样我就没办法大大尖叫。可是我都有喇叭超大声。还是不能唱。不能随便唱不会唱的歌，嗯，耳机更惨吧？啊，好像也对吼。我出るなら早く出なさい、ぼんちゃん。あ、気にしたのね。出ないならそこにね。好声要跟邻居分享。左卫门被关进去，我发现已经开始，已经11点了。凤姐还在里面呢，我以为她想进出去，结果没有。好啦，好像开太久了。对呀、啊，哎呀，不行，我现在心情真的不太 OK， 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真的是因为4-500块的关系吗？谢谢森林送车车泥，对我快2.5小时了。对，原本想说开2个小时就好。你是不是讨厌猪？那左卫门耳朵痛。わかんないけど、ちょっとさっきなんか嫌なことあった。不行，我11点前一定要讲东西。谢谢姑家的香槟。好了，还是今天还是先关好了。嗯，让我冷静一下。谢谢陆克的香槟，爱你们。今天就彻底发，嗯，对啊，可是我怕不行啊，我11点前要讲东西，可恶！我原本想说今天只开到9点半嘛，原本，所以想说应该，嗯，明天没有培训，对，所以可以好好的休息。你看一下今天前十是谁呢？哦，雷军，雷军第一名，盛元强老师，谢谢送我成功，
青云，ゆっくり休んでね。ありがとう。くーちゃん、どうか。あーやばい。あーなんかダメだ、重い、重苦しい、重苦しい、心が重い。怎么办？我的心还是重重的，怎么办？我以前都不会这样。压力太大吗？不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可怕。但应该算是心事太重。我先念班好了，不然一直都没办法关播。歌江，我也觉得好可怕。ストーカーではないんだけど，不要不要帮我喊倒数哦。你们想变二界是不是？先念完再说。今天多了一个。倒数禁止。谢谢重生的爱的公式，谢谢 Leg 的爱的公式。不知道要怎么讲，你们也要小心哦。今天的第十名是原田，谢谢原田。第九名是吕冠，谢谢吕冠。第八名是博辰，谢谢博辰。第七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六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第五名是歌江，谢谢歌江。第四名是重盛，谢谢重盛。第三名是陆克，谢谢陆克。第二名是陈纳森，谢谢陈纳森。然后第一名是雷哥，谢谢雷哥。ありがとう，谢谢送我好多礼物。卢卡在三大二阶、倒数二阶、唱歌二阶、幻化第二阶，好像懂了。卢卡不要想太多，谢谢。好可怕。啊，痛い。小村帰り。啊，小村帰りってか足をひねった今。你赶快去忙吧。拜拜。お疲れ様です。拜拜，またね。晚安，拜拜。主播辛苦了，今天又要睡不着，我不知道哎，希望可以睡得着。对，等到下次，怎么？等到下播你再自己唱猫晚的歌，对，虽然我不会唱。我不会唱。晚安，谢谢了，谢谢你们陪我两个小时三十分钟，不要想太多，好，不行，我还是会想太多，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好讨厌哦。拜拜，爱你们，对，我还是爱你们的。早点休息哦。